今晚不简单啊！听说一到十二点之后就有可怕的东西出现了，而这个东西好像跟我有关。幸运的补给箱组合包，听说里面有不得了的东西。这两包买完，我可以满圈呢，但是很贵。我可以满圈。这两包买完有四万点，一万六加三万二，有四万点，我可以满圈。啊！看，我现在等下我内心纠结一下，因为那很贵。我正常如果是买那个八九零礼包啊，要花大概一万不到了。我买这两包要花三万。干，不要讲干话了。你花了多少冤枉钱？你都在 DC 里面叫我们说冷静，不要冲动。你自己这么能忍，你让我们去破费，这是一个 leader 该做的事情吗？不行，这样子。我买了，我真的买了。这个男人真的买了。认真模式了，四十箱，名誉币箱，见真章。这个不用想了，肯定是这个八包，24罐吃饱，五万，好 ，OK， 五万开始了，一万，三十万，五十万，三十万，十万，好 ，OK， 先鼓掌一下，十万了，十万，还有更多吗？一万，其实还不多，还蛮多的，又十万，太棒了，又十万，三十万，五十万。100万，200万，又10万，300万，400万，500，600万，又10万，哇靠，好爽，70万，90万，1000万，2000万，3000万，多一点，又10万，哇，50万了吗？海底捞月50万，没有，可惜啊，可惜了，80，116万啊！我们明年的经济是有希望的吗？再存300万啊，看来是没问题啊。一个字，稳。然后这个凭证，我们应该塞这个啊。我需要经验值。好啦，我都塞。来吧，我先塞上面。好，我今天效果做足，好不好？效果做足，我都买。能力加三，然后再买两包。OK， 今天仁至义尽了，没了，不买了，就这样子，对，极限了。丁丁撑不住了，再塞这个经验值5%，练快一点点，我看能不能在三月前90级，好吧，我们冲一下，2月份90级，有办法吧？我们看能不能2月90等。原本我是跟你们说我5月或6月会90级，我看能不能追个进度，追到2月份就90，我往前超前3个月，超前部署。大圣，这个地图会，花果山新版的花果山地图进去会强制变成齐天大圣，这是地图的强制限制。来一个红吧，来一红 ，nice， 红变，肯定是可乐的问题啊！喝可乐，你们要喝可乐才会有红变，如果喝葡萄可乐就会有紫变。啊，我们还没结束嘛，我们要 TJ 对不对？忘了 TJ， 特殊装备复原，我们是不是要直接拼上去了？加5地龙水晶。一般装备，哈，我的神圣敏捷镜甲，好了，不想了，敏捷镜甲拿回来再说。台那边给我穿什么加7铁裤啊？铁尼老师，加7铁裤，强化，来祝福卷轴，5%一张过，啊，不急啊，不急，真的不急，我解释了，地龙水晶强化几率几趴？20.5%。呀！加5啦！我要分享出去！哇！免费加5，我可以充等了吧？正式加入充等红利。哇靠，好爽哦！这是我 TJ 第一次点过的东西耶。我们把美好的一刻留在这个画面，然后跟大家说声晚安。三点了，赶快闪人！点一下守护星啊，感觉放着好像我都不能成长啊。我点一下好了啦。要看到这一个嘛，暴击加5伤害，伤害加1，右上。哇！我们直接配这个暴击加3啊，1/10，我想一下，
我灵感一下，右下吧，对啊，反方向，左下，左下，哇！暴击瞬间多5%，干我傻眼，干暴击加5%，今天怎么了？我直接多2暴再多3暴，干好爽哦，多一个紫变哎，月之势力量也才5暴，我就直接多5暴，这个是8.3%，我来灵感，我灵感一下，灵感一下，灵感，讲第一张，第一张，哇！太小啦，这个要选精华了吧？看这个比合到纸片还爽欸，超级省钱，这个省爆了吧？你说开防御是不是？这几颗？7颗，我可以开4发，左上一，右上一，干！哦，星盘大师，最近星盘随便开随便中欸。有没有想要去我开星盘的啊？星盘大师兄，好，我们现在纹样可以点了吗？差多少？40698点，还差3000点左右，2700点。各位，现在准两圈，明天是正式两圈，减免多一，防御多一，太完美了，应该还可以再开一发啦。这个好像3000吧，我们应该还可以再开一发，看能不能拼。这个绝对属性我可能会开到第3阶吧，他都要开到婚抗加5%这边。稳了，最后一里路了，快到了。You know， 两圈满的男人，今天要来开属性了。我们可以开3次，10%，即将解开啊、哦、马普勒，我们的3G要打开了。聊天室帮我刷一波7啊！一发入魂，断开锁链，开始。断开喽，各位，一波7啊！断开锁链。没事，再一次，有22次啊！我只要第22次就赢了，2发入魂，跟上次一样，剧本写好了，开锁。不说了，你看吧，那个解锁大师，你们以为我当时被关在门外是演戏吗？我是练习如何开锁啊！我将教了我如何开锁。锁链杀手是我，库拉皮卡，以后叫我库拉皮卡，谢谢。EVP 减伤加5，接着就是婚抗加5，轻轻松松。逻辑上来说是应该要合卡一下。好了，告一发子啊，告一发子啊，你爽了吗？好了，一发子啊，11% 啊，送你们啦！聊天室刷一波紫色吧，让我们尖叫一下吧。保底目前4次啊，上了 ，Go。啊，这不可能中啦，随便啦，开！我靠！干，不要再马后炮啦，你们这些人，你们也是瞎猜的吧？最好是你们知道会中就会中，一轮不用转啦，干嘛转？我看到卡片都有了，我还转个毛啊？几轮肯定有卡池啊！你看 ，MP 加30。这个属性对于一个枪手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属性，可以让我多射快4发的那个、啊、3重射击啊！我不要转啊，靠背啊！我什么卡都有，我跟你转个，我如果转卡，我就是智障。妈的，我近战远攻都有啊，跟你转个毛线啊！直接收了啦，直接收了啦。那这卡池还好嘛？那卡池就是3防1减免7婚抗嘛，远近伤害各加2啊。这卡池魔爆加1，你看有很好吗？远爆加1，这 HP 加150，这回避有个毛用啊！这些根本垃圾卡池，这个也是垃圾卡池。好，不然我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尊重民意的，尊重你们的想法的。好像不用投欸，都叫我转了、啊，刚才只想看笑话而已啊，只想看我花钱啊。嘿嘿 ，Bingo 答对了，127票，128票，好，128票结束意见调查。我的代开都叫我转了，一发而已哦，我们只转一次哦，没有第二次哦。重新抽取，廖天生一波7刷起来，3、2、1，开奖！啊，我好恨！我如果转卡，我就是智障。